这是什么溪？这个是我们主要的灌溉水圳哦。其实它从清朝的时候呢，因为那个时候以前的人他饮水有困难，所以清朝那时候有一个林先生，他发明了一个叫南阿格的东西，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狼牙，很像大笋子这一个，对，就是发明了虾容器，那里面就放了很多大石头，然后就放在这个。 水圳里面去跑水，哦，让那个水可以，比如说我今天要挡水，然后灌溉某一区，然后它就可以把它挡住。让水可以转弯来灌溉什么的。每年的二水的盛事就是跑水，跑水啊，跑水好像真的很有名呢。11月的时候了，对，五位难求，国际性的跑水节。跑水是怎么个跑法？就是在这里面跑。 会被冲走，一个是水很湍急，可是那个时候它水会挡住，对，然后把下面的青苔先清干净，然后水就一点点的，好好玩哦，所以这里是非常知名的景点，就对了，是的，没错。那我们现在有办法跑吗？今天就是因为没有办法跑嘛，所以我们有特别跟我们社区借了一个。 农地，就是阿公，农田。我们今天也来体验一下，好，体验一下，我们今天也要来提早跑水，好像要跑起来了，也 OK 啊，那我们一样，怎么玩？玩个比赛游戏嘛，输的人就输的人就去扮演 model， 好，因为我们要拍照嘛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三个一组。 好，那你们三个一组，你们三个一组，好，不是的，这样选的吧？必须也刚好，这样刚好，对啊，是这样。不是男女要有啊，男女要有，对啊，你是两男呢，我是一男而已，一男一女啊，对啊，那欧雄啊，欧雄，欧雄，那我这样太强了，怎么办？欧雄，我怕我没对手，欧雄，欧雄，对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是你们？那就刚好站好了。对啊， 跑水的时候大概会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吗？哎，当然不不是啦，我们是非常的慎重的，慢慢的走，慢慢走的，是的，那个是一个饮水思源的心，是而已，不是真的在，这真的趴跑水，这不是真的在趴，是我们搞错了，哎，好，这有意思，我们这有意思啊，要不要沙漠再来一场来，来，我们要赌这个当。 那个马斗的哦，你们三个要赌输的，三个人输掉，那我跟你讲，你们从一起从这边，好不好？你们三个一起冲过去，来来来来，刚刚讲两组输了，现在他们三个要一决胜负哦。第一棒阿翔，耶！二棒两人，耶！三棒欧雄，耶！来首歌，各位，好吗？耶！
现的。我没有出现，我是看，不是我没有出现，是他们两个点的。因为他后来他开始速度变慢，然后他就想要抓欧球，他抓了之后自己就跌倒了，自己就跌倒了。不是他一直在旁边说，对，边跑边跑，我脚水花冲的，然后我就看不到前面，我就变慢了。你的脸上都泥巴，这也是战术的一种。因为你们两个几乎同时抵啊，你们两个你们在跑是啊，可以了啦。